你好，老板，咱家有卫生间吗？有，大小都2块。你能帮我个忙吗？什么忙？就是我这个手啊受伤了，你能不能帮我个忙？怎么帮啊？能不能帮我擦一下？擦什么？就是我这手受伤了，你能不能帮我擦一下？不能不能。咱这有卖门的吗？你上厕所要什么门呢？你们这儿有个女的，我晚上上她家去提亲，顺便吃个饭，她说门都没有。门都没有，你们这儿上门是不是要带个门过去啊？我得买个门。她说门都没有啊。买个门是你们这边的习俗吗？上门。兄弟，你哪里人呢？我山东的呀。他说门都没有，他可能逗你玩呢。不是，他很认真的说呀，门都没有。你们这儿有卖的吗？哦，那没有，那你往前走走，第二条街右拐，去那儿买吧。啊，那儿有卖门的呀。嗯，行行行，谢谢啊。嗯，这些总共多少钱？总共60个。找个袋装起来。好嘞。啊，这什么意思？明日购物免费啊。明日购物免费啊。哎，你别装了，这个今天不抽了，这个孩子明天再喝也行。啊，这个呢？这个我老婆明天再用一下。明天这个活动还有吧？有啊。我明天再来。确定有是吧？确定有。行，那我明天早上来。好。嗯。把这些给我装起来。好的。我把上面那最贵的烟给我拿几条。行。再拿几瓶地龟的酒，有没有毛子和叶子？有。行，拿过来。哎呀，好赔了。哎呦我的妈！总共多少钱？哥，总共36000。你是刷卡还是现金？这不免费的吗？哥，明日购物免费，明日。啊，明日购物免费啊！啊，明日复明日啊！你这孩子聪明了你！你跟我玩文字游戏呢？哥，把钱付一下吧。哎呦我的妈！真行，你真行，行，来，把微信来，你给我等着哈。哎呦我的妈！老板，买你家点东西能不能便宜？你买什么东西啊？我就问你能不能便宜。我大哥是宇将军，认识吧？什么将军啊？这是我大哥。认识吧？这是我大哥。你要不能便宜，我让我大哥支持你。你给他个面子，行不行？你信不信我给你们把下线都挑了？辣条多少钱一包？2块。4块卖不卖？不是，弟弟，我开门做生意的。我还要不要脸了？我收你4块，我丢不起这人呐！下次再来啊！啊，送你俩泡泡糖，讲究。